光都在远方。本节目由德芙巧克力冠名播出，带上丝滑的德芙，传递愉悦的力量。本节目由云南白药牙膏赞助播出，白药守护好口腔，华少游学吃四方。有星星哎，哇，这真好看！哇哦，快来，朋友们，真正的老城。埃尔奥拉老城由古城遗址、商业街和阿尔贾迪达艺术街区组成。始建于公元十世纪的埃尔奥拉古城遗址，有着迷宫般的拥挤街道。花费70沙特里亚尔，就可以在白天去探索古代香火贸易路线上曾经的光辉岁月，而在下午5点之后，夜色中不断出现的露天咖啡馆、街头艺术家，让整个阿尔贾迪达艺术街区充满了活力。这里不仅参观免费，还有往返于南北两个停车场的免费摆渡车。唯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道路依旧保留着迷宫般的传统特色，一旦偏离唯一主干道，谁也不知道会抵达怎样的某处。啊，这儿好，这儿好，这多繁华呀！工艺品，这里都是小包包，这好浪漫，是不是？对。啊，小鼓啊！啊，那个鼓很像那个云南的手鼓哎，好喜欢，好随性。哦，啊，来动起来！就是这个 feel， 抱起来，咱们的美蛇舞又来了，来了，上劲儿了，那好好看，这也好看呀，这不，快来，绝了绝了，这真绝了，啊，太好看了吧，好看，好看，好看。哎呦我天，哎你冷静啊，冷静，哇，救命救命，哇哦哇哦，天上飞，哎呀，做同性了，没，这是我吗？来一个一模一样的，尖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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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吗？哎，这真的好看，别喊了，好不了了，哇哦，杂志杂志，芭莎巴莎长这样好吗？啊，一个 Vogue 的造型， V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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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这个叫什么杂志？我觉得我必须要给你展示一下这个。这女的是谁？这 A 可以吗？快快，妈妈你坐下坐下 ，Come on come on。哦，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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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就这样。啊，好了，谢谢。哎哎哎，等会儿。啊啊，天哪！啊天哪！哦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so beauty， so beauty， 谁家的妞啊？太美了！天哪，我尴尬死了。冷艳美人，冰山美人。明媚美人，太尴尬了，可以了，天哪，我脚趾抠地，来下一遍，哇，帅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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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再来一张，被姐姐们围攻的感觉怎么样？氛围感来了啊，氛围感，你忧郁大帅哥，哎，咱转型了，咱不能同行了，啥玩意儿？你别笑啊，麻利儿，好好的行不行？这干点事儿整不明白了呢。站起来给舅妈拍一个一会儿。不是，咱是真把这两个男孩当儿子，你知道吗？OK， let's go。天哪，好热！我也是。我们去哪儿啊？走那边，那边。哎，这种就比较像我们喜欢的旅行啊，到处溜达溜达看看，多好呀。饿了吗？不。饿了，那走吧，我们先找吃的吧。我们最好吃一点，谁看到什么好吃的？小街边摊是吗？对对对对。行，我查一下咖啡跟小食店。哎，阿宇，我们要往里面走一下吗？对，这一圈全是吃的。你们渴的话，里面有果汁店。
渴，一会儿要喝咖啡，姐姐困了。你们想喝果汁？你们想喝果汁还是喝咖啡？这点不喝咖啡。你们俩喝果汁，我给陆姐买咖啡。我去看看。怎么样？要什么？啊，我喝那个热巧吧。我给陆姐买咖啡。Have a nice day。这是你的，土耳其烤肉，好吃吗？太好吃了，好吃，是吧？太好吃了。Thank you。棒棒棒棒，好吃、啊！快快快，来一口，底下有点热巧，要小心。小心烫啊！棉花糖啊！嗯，上面是棉花糖。出发。那果汁呢？那果汁呢？你不是给姐买果汁吗？啊？你不是还问姐说要不要果汁？姐说要一个。他肯定是以为我买。没有没有没有，我的问题，我的问题。你姐这口饼还在这噎着呢吧你？没下去呢，走。没事，姐，一会儿今天晚餐我请你。哎，今天我请你吃一餐饭，不用，可以原谅我吗？不，可以原谅我这一杯果汁吗？姐，矫情到底，跟他。哇，他们好幸福啊，好有那味儿啊！这不就是我们童年的幸福生活吗？我童年不这样。别吹牛，你童年的时候有这地面啊？嗯，就是感觉一个 feel。就是路灯底下玩，是不是？写完作业在外面玩。哎，我们去吃 somewhere 吧。somewhere 是什么 ？somewhere 是一个就是在那个路书里面推荐的一家店。是吃什么的？是吃就是新阿拉伯菜。可以。新系列阿拉伯菜。去尝尝吗？走。Let's go, let's go, let's go。你来。我们跟着小胡走就好喽。哎，我问一下，你这个地图上为啥显示 somewhere 暂停营业呀？不可能，让我来 look 一下。你看，是不是？到零点。嗯，走吧，走。我质疑我导游的能力。没人质疑我，怎么会记错他开业的时间呢？过马路了。Go go go！ 哎，不是这儿吗？你们去哪儿啊？姐，这个是，反正是他们路书里面推荐很高的一家。真关门了。关门了。里面开着灯呢。按一下。我看那个 Google Map 上暂停营业。走吧。等一下，让我再来找一家。完蛋了。他本来说营业到零点，但是我们没有打电话预约。我给他们家打个电话。我们的大餐呢？别说了，王安宇同学又上火了。哎，我们往那边走走看看，咱一起边走边找呗。对呀、啊，哎，咱们边走边找呗，随机一点。对，我觉得看见哪家顺眼就进。你看，随便找就行。Sorry， 走，咱们往回走。咱也可以这样，你可以进去问问，看啥店，参观一下再进。OK。对不住啊姐。看他哪哟。餐厅关门了，我就觉得先安抚好姐姐们的情绪，得赶紧跟大家说没事儿 ，OK。咱们马上去下一家。往那边走啊。咱们进那个城里边，进那城里边看有啥吃的，咱就吃。走 ，OK。王宇，别看了，别看手机。我订一下这家餐厅，看可不可以直接去。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吃一家好吃的。嗨，Did you still open?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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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Hello? No. 如果我们当下就能够更早的先打个电话，有一个预约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害得大家就
白走了一趟。如果 somewhere 不行的话，我就再给大家去找另外一家店。我还是觉得姐姐们会喜欢，感受完了 Old Town 的氛围了以后，还是会想要坐下来休息一下，吃个饭，聊聊天这样。What？ 咋的了？我想约这家店，但是它全里面全是人工。关了吗？好，我看一眼我的路线。哎，无法连接互联网。完了，我真的一刻都离不开小胡。那你去找他去。我没有信号，我没有信号。我来了。哎呀 ，Nice to meet you。信号来了。我们要不要去看？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苏豪那家店？就听姐姐们的吧，逛吃逛吃吧。一共就280米，280米瞅眼去，走不走？去，确定好了，看看完了，给我们发定位啊，我领他过去。好，注意安全啊。好漂亮啊，好舒服呀、啊，比躺床上舒服。对呀、啊，这有点浪漫啊，太浪漫了。他们呢？要不让他们也来躺一下？此时如果对比一下画面，那边在焦急的正在这，哇，真浪漫。然后对切，别，走快点就行了。这黑灯瞎火的也不对吧？这能有饭店吗？显示在那儿呢。那边啊？不，这边啊？这边。我感觉不大对头呢，我也感觉不大对头呢。现在咱找这几个地儿啊，都不在老城，老城在里边呢。啥意思啊？搁这儿呢。就这个木板门呗，我给你一脚踢下去行不行？你站那别动。我跟你说，这绝对是节目组的阴谋。就这里边吃呗，哎，我也不嫌弃，这吃一口再走吧。我跟你说，接下来的这几家店都没有去的必要了。我要拍张照片，留下证据。哎，就这儿啊。我跟安宇跑来了啊。那个艾尔奥拉美食的苏海乐啊，五星推荐，就这儿。哎呀，就这六块小板儿，确实是非常板正。哎，咱俩在这合个影，这小景还不错。来都来了，生活一定要乐观。走，这帮坏人，我真是服了。往哪儿跑？说的就是你。坏透了，兄弟。把你的破路书。赶紧给我撕了！我说那电话怎么打不通呢？哎，怎么样？这家店也是暂停营业的，他们给我们推荐的前两家都是这样。是吗？那我们就自由活动吧。咱先汇合。快来，陆姐，在这躺着开心，超舒服。快来吧。知道女人的需求了吗？吃什么并不重要，氛围很重要。你想给的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明白了。快躺下吧，可好看呢。来了。这样捂住。对，弄成这个，望远镜。对。这是不是有点太浪漫了？哎，好舒服呀。太漂亮了，离我们看起来很近的星星，好看，很好看，这才是那种旅行的意义。虽然很漂亮，但我还是比较担心。吃饭的事吗？你们饿不饿？我们不饿，你饿不饿？我确实是不饿。不要担心，我们就 free 一点就好了，放轻松好吗？好的。你已经很棒了。好的，太舒服了，就想睡觉了，有没有？能躺到天亮，我觉得他这个天气很适合在外面睡。那行啊，你去呗。
不是啊，我得说一句啊，大家如果要今天睡外头，我能躺床上睡一天吗？那不行，我的大床房我要回去。但我们俩打两天地铺了，我俩真想睡一回床。走吧，咱别睡了。Follow me, follow me。渴吗？好渴，来喝点水吧。太渴了。都渴了，都渴了，一会儿找个地方喝。这儿，这儿怎么样？这儿好了，就在这儿吧。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坐。哎，我们刚才找的餐厅就是这家，那就是我们那个木板房。我都跟你说了，往古城里头走，你非说从那儿走。好了好了，不吵了不吵了，又是我的错。我们坐这儿。好，来吧。特别想吃个煎蛋，它能不能有？但这儿可能没有煎蛋。我们可以要求吗？We need an egg， 啪滋。哇，水来啦！这是什么沙拉吗？这个是南瓜沙拉。来就是这个味儿。说了吃，快吃吧，快吃吧。哦，好好吃。好，那么就趁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我们的安排。好啊。我们白天从8点钟开始开门的一个地方叫做马拉亚音乐厅。马拉。我们可以在8点到12点它停止营业之前随时随地过去，从我们住的地方到音乐厅差不多是20分钟。好，我们其实可以睡到8点，我们其实可以睡到8点，10点、9点出发。那赶12点回来得了，咱们就10点半行准时出发，然后那差不多姐姐们收拾个半个小时，那就10点起呗。好，踏踏实实睡到10点，然后11点到，行，对不对？真优秀，你太好了。我是导游啊，我会，能不能让他是吃口饭？成为好导游的第一步，放下手里的路书。那你跟他们来排一下明天的事儿，累了。明天排完了，没说已经排完了，没说完的呀，没有事了。我们得定完时间，我要跟他们聊约时间啊。跟谁约时间、啊？跟马哥他们约时间啊。先定10点半的行程，下午的行程下午再说。明天早上10点半出发。10点半出发，然后你就好好吃饭，啥也别想了，好不好？行。还想啥呢？中午回来的。不想了。累了。累了。咋那么有压力呀？就是因为他不是有很多，其实有很多细节的东西都没处理好吗？什么细节东西？就挺好的。就约时间啊，然后要跟餐厅约时间啊。比方说像今天这餐饭如果大家没有吃好的话，他难受一宿，他觉都睡不着。对，会很难受。直男了，直男了。出来是吃饭的，饭没吃上这事儿就不成立，别的就不行。对，别的不行。不，还是不太了解女人。我懂你 bro， 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的，放轻松，放松玩。艾雨他就属于那种啊，在心里把所有东西都想好了，一旦现实中出现一些不可控的一些因素，他就会很焦虑，就会很着急，一头的汗，觉得哎呀怎么办，自己又没安排好，加上自己上午那酒店的事儿刚过去。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男性的尊严和荷尔蒙在作祟，他就是很在意，就要做得很好，希望姐姐们都能够达到我想让给他们的那种满足。我倒希望他放松，可以像小胡那样，也希望他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一直在想办法各种去帮他放松。你觉得我们躺在那儿看星星不开心吗？是开心的啊。我们走过来不开心吗？但当大家那餐饭没吃到的时候，谁也没想到大家后来会看星星，对吧？我觉得你没必要绷这么紧。对，你太紧张了，没关系，我们就是玩，很开心。
对不起，今天还是因为……别再道歉了，不许再说对不起了。好嘞，对，不能再说了啊。好嘞。情绪不太好的原因，其实是担心明天下午的行程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我知道，就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但是我就是希望能够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状态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先安排好。这顿我俩就请了吧，因为第一家餐厅也没开。你俩要天天出错的话，要天天请吃饭吗？你俩太见外了。你把你们姐姐当什么人了？出去让你们说你们姐姐这那，刻薄你们，是吧？姐姐们以后在江湖还怎么混？怎么混？我们东北四辈儿加新疆，东北四辈儿，咱们不能洋气了吗？新疆在东北待过的，就五凤就完了，以后就改名了，大凤、二凤、三凤、四凤、五凤，整的贼土，土到极致就是洋，你又不懂了，你看你，一会儿都给我转账啊，多少钱？566，我来，我给了。你给了，我给了，你别请客呀！我没有，你们给我，我什么时候说请客了？你改多少？好了，走吧。走。舒克勒哈比比。那个，咱一直往下走，我还有车，然后给咱带回去。好。我跟你说，姐姐们就喜欢那种随性的。早餐是几点呀？酒店早餐？那个翻译稿的那个酒店的那个介绍信，我已经发在群里了。OK， 好。但其实现在的问题不是姐姐们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沟通也有问题。咋的？因为如果不安排好明天第二天的事情的话，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安全展开。今天已经蕊完一遍了。没有蕊完啊，那具体的时间都没有出来。但是你得征求他们意见，咱俩捋完没有用。是啊，所以不是在跟姐姐们商量吗？对。但我们每一次我们在跟姐姐沟通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明确的时间点，怎么样会更好。对。那你的表达就是好像非常明天怎么样都可以，那绝对是不行的。走吧。睡着了，还在想了是吗？还在什么？还在想吗？没有，就是有点。It's okay. Yeah, it's okay. Yeah. It's okay. Yeah. It's good. 现在还快到七八分钟。我其实特别能懂你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也是，就是，我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嗯，我不喜欢很多人一起，或者两个人、三个人都不行，因为我特别照顾对方的情绪。我会觉得说，就是我可能本来我有很想去的地方，但是我也会想着说，对方万一不愿意去怎么办？我就会一直猜测他们玩得开不开心，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完了，他们一定觉得不行，他们一定觉得我没那个安宇他们俩做得好，我肯定会这样想的。但是没办法，这就当一个体验，这也不是一定要交一个100分答卷的事情，就是一个体验。对，所以，算我悄悄跟你。到了。哎，车在这边吗？啊，车在那儿，那不是吗？那是咱车吗？那是吗？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哦，是不是在这儿呢？那是咱车吗？不是这边吧，安宇？哎，不是这边吧？啊？不是这边，怎么了？哎，打个电话吧，没事，咱们找找看，说不定他没开过来呢。喂，马哥，你们现在在哪儿呢？马哥不跟他在一块儿。那是哪个哥？我来弄吧。嗯，我觉得他压力又上来了。
等咱们当导游，咱们也会这样。Excuse me, I want to know this is the south of the old. This is south parking lot. It's the south parking lot, right? Okay. How can we go to the north parking? By car. 我跟他说，我们直接到南，让他来南边接我们。我问问他们，如果咱们不走的话，可以上车直接去北停车场，就咱来的时候那边。他们不用走了，车直接来这里接我们。那是不是要等很久？不用，比这个车快，是吗？走错边了，啊，我的错。没事没事，我问错了。你也是第一次来。然后现在让那个车直接来这边停车场接咱吧。OK。然后咱就不用动了，在这等会儿。那很好呀，这不解决了吗？嗯。没关系的，当休息呗。啊，有点困了。Take us to the north. North parking. 走，走走，他不去了，不去了。还是他直接带咱们走了，直接带咱们走了。去哪里 ？To the north parking, right? Okay, let's go. 让他 stay there.是车来了吗？坐那个小车回。好。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啊？他已经在这里的路上了。他多久到？我再问。大概几分钟？啊，好，两到三分钟是吧？那个高尔夫车是他们景区里的人在开，所以他们会比我们自己的司机更熟悉那一块地方，所以那个是最快的途径回到我们的车上，因为吊车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姐姐们都很困。我看了一眼路程，其实是很远的，人找车肯定是车找人会更快。安宇，我们需要走到主路上吗？他在联系。确实压力大哈，这么多人在盯着、瞅着、抓着的，就是这么多人在看着、等着的结果。他确实是，咱现在真是旁观者坐在那个啥的哈。虽然七个人是个团队，但他俩坐在那儿的时候，他就是那儿，不一样的。安宇他是会和我有点像的人，我特别能理解他是想说，如果他现在再把姐姐们再运送到一辆车，然后再运过去，大家会说那我们刚才过来干嘛呢？然后你是不是没有安排好？他内心就是会这么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台词和这些情节出现。我也是这样子的人。小胡呢，他更松弛，他更把这个事看得要轻松一点，但不能说他没有责任感，只是每个人性格不同，所以做事的方式不同。我去主路上看一下。走，我陪你去吧。你在这里陪他们，你在这里陪他们。这个对吧？上车。来喽，上车吧。Sorry, 久等久等。不要道歉啦 ，That's okay。你快走吧，回来了，都累懵了。累了？咋的了？我们跟姐姐道个歉，让他们早点睡觉，然后一会儿我跟你聊一下。别道歉了。
就让刚我道完歉了。行，那就我们俩单聊一下。姐姐们已经觉得你跟我去房间，你们先去吧。不知道怎么了，完了。咋的了？你感受到我的情绪不？感受到了，咱不知道。你知道为啥不？不知道啊。我知道我现在做的有点极端了，但我真的觉得我们俩现在不在一条战线上，你明白吗？我是希望一上来就把这件事情解决掉的。如果越不解决这件事情，拖到后面就会延伸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甚至是大的麻烦。我踏踏实实跟你聊，我觉得你情绪有点不太对。对，但是我呢，声音会小一点。行，因为我嗓子已经不行了。行，你说。嗯，我说实话，这是我这四天来第一次觉得难受。就你现在其实意识到我们在干导游这事儿，对吗？对啊。对，但是就当我在跟姐姐们聊这些明天我们的安排的时候，我希望你是跟我一起去聊这件事情。是啊。是，但是我现在感受到的东西是。你觉得我说的不对，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安排好第二天的时间规划的时候，我们俩先没有先聊定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也有必要跟你聊一聊。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从来没跟我对过。你说时间上的事儿？所有时间上的事儿。嗯，你从来没跟我对过。嗯，你是导游，我也是导游，我们也如果要有一个分工的话，咱们俩是不是应该提前通个气儿？嗯，但是咱们没有这个环节。明白。而且我从头给你捋啊，嗯，我们俩在你家碰了一天埃尔奥拉的行程，然后捋完了之后利亚德，咱们说好第二天一块碰，然后你是到了机场，你再告诉我你已经全捋完了。嗯，我不知道你安排了什么，等于我跟姐姐基本上是同步知道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参与这个导游工作，我确实有一点委屈，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因为你已经全定好了，你也不会问我的意见，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是不是也会有我的想法？而且你永远是冲在前面，我觉得很棒，真的很棒，就是你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你像一个大家长一样，你帮我们把所有的事儿都安排好，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们都很感激，尤其是我，因为你让我轻松很多。加上我生病，你一个人顶着，你把所有的事儿都定好了，哇，特别死，所有东西你都自己垒在一起，你的情绪当然会砰砰一下触底反弹。我是愿意帮你分担这些东西的，那你需要我帮你吗？肯定是需要的。对啊，但你知道我卯了一根很轴的筋儿去干一个事儿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我很少跟人协作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跟我平常自己的旅行方式太不一样了。是啊，对吧？我们都本来我其实就不习惯做这事儿，就我就会觉得啊，我现在玩的不能那么轻松。然后姐姐们就会说啊，那个没事儿，放轻松玩就好。但是如果真的放轻松玩的话，我觉得事态就会真的会脱离掌控的。我觉得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100%理解你。你相信我，这是真心话。哪怕这个摄像头全闭了，咱俩不能录完这节目，朋友都不做了。嗯，我很信任你的能力，我非常相信你。嗯，就是现在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我一直在尽量的保持轻松。嗯，在你那什么的时候，我逗大家开心什么的。你有想过征询他们的意见？嗯，我去问姐姐问什么的，你当下是不舒服的，但是如果我们俩。没有任何一个人问他们怎么想，听从他们的安排，那肯定是不行的吗？对呀、啊，俩导游，不听游客的，咱们太男性视角了。如果咱拉着一帮大哥出去，咱给他安排特别满，他们可能会很满意。是我太男性视角，我觉得你在这方面还是有能力的。他们躺在那个板子上看星星的时候，笑得真的很开心。Okay. 你知道吗？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给他们道歉，海璐姐说你直男，你知道吗？我当时也在想，怎么还在道歉啊？他们的需求就是吃好吃的，是拍美美的照片。是，我现在发现这个概念的不一样。所以你不用担心，如果你一个人的脑子不够，我可以把我的脑子也放在你这儿。
你可以接着。我觉得我们，我觉得我们就这样。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是还是就是告诉姐姐们这个地儿是干啥的，要花多少钱，然后去不去他们来定。你觉得呢？可以啊，对吧？可以啊。就是我们两个人还是得事先把第二天的事情圆得清楚一点，然后第二在后座看着你翻阅路书的时候，我都觉得你特棒。我也很开心，就是小胡也愿意告诉我他心里在想什么，然后也愿意跟我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有好很多，然后也感觉自己身上的压力卸下去很多。不是，那明天咋整呢？你跟我说明天怎么办？就这么办，就按现在怎么办？我手机呢？就按现在怎么办？那我就不跟他们发消息了，发啥？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明天十点半出发。对，就在楼下。我也跟他们说好了，九点半来拿行李。九点半来拿行李，十点半在这，我们从这里出发。对，对吧？明天出发了之后，陪姐姐们逛完音乐厅，我们要回家。对，我们的中饭在酒店吃。啊、嗯，吃完中午饭之后，四点准时到黑格拉。然后呢，方位角音乐节它是八点钟开始，然后到凌晨六点钟结束，没了吧？但是我们得确定一个哪个点我们得回家。我觉得10点、11点就得回家。这个事儿还真不能咱俩确定。你听我说啊，去音乐节他们要不想走，你过去跟他说十一点了。想想就很离谱，兄弟。对呀、啊，你现在在这定回家的点儿。我都不知道你是为啥。哎，但我真的，我实话问你，前两天就我刚下来，到底 还算不算行？已经很行了。就还行了，是吧？我跟你说，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到最好了。行。已经尽力。我尽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已经尽你最大努力了。是，然后结果把事弄成这样。现在也很好。OK。Still good. Still good. Still good.我怎么觉得我像哥哥呢？我还在这开导你一个小时。我的意思就是说，确实在这方面，有的时候我会有点轴。我嗓子都这样了，你现在情绪崩溃，你今天情绪不好，你跟我说没崩溃，你跟我说没崩溃，就是情绪不好了。情绪不好，情绪不好，只是崩溃，是因为你觉得没有崩溃，对，我没有，只是不好，你不好。你这么玩是吧？我走，不是我今天睡上吧。你说，我觉得我这个弟弟，当的真心不错。同意。哈比比 ，OK， 哈比比 ，It's all right， bro， 小事了。哎呀。就这么躺平了，那咋的？躺这么平呢？你干什么呀？哎，宝贝儿，给你改两下吧。这咋改呢？改啥呀？就自己。真高级。就这样。对。放松。对。其实我应该整。改两下老爽了。对。特别逗，刘涛跟我说那个。涛可会保养了。他说你一定要带一个按摩球，他说就让他自己在那儿滚，他说你一定会很累。那你带一个按摩球，然后去按摩。他那次是不是也特累？那他能干呢，他真能干。他是真能干。睡觉会死的哈，不会以为你是机器是不是？宝宝，我要干嘛呢？妈呀，你累完了！
想一天，啥也没干，你要怎么办？哎，睡，睡睡睡。妈妈美美的说话，丁燕好幸福呢，你就很满足吧。晚安，姐。晚安。起床了，十点要出发。哎，加油！我们赶紧，我想说，我们点点吃的来这儿吧。这个是他的电话。Hey bro, it's me. Remember, Mr. Zahar? 早餐的事情解决了，姐。然后一会儿他会十点钟之前把早餐送到。可以，好的，谢谢。没事，你们先收拾。炒蛋点了7个。哇，你真优秀！OK。阿宇，哎，早餐来了，早餐来了，快吃。我没有咖啡。咖啡？没有咖啡。我上房间里搞吧。哦，那有速哦。你咋没化妆？脑一脑汗。你先吃，速溶咖啡行吗，姐？行。你这个呗。行。谢谢你。我们俩昨天晚上兴奋了一晚上，结果没有热水。我洗的是凉水。我们也用凉水洗的。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做了一下心理建设，准备还是要洗一个的时候，发现打开的时候是热水。一会儿咱们先出发，然后八八姐11点我让马哥回来接她一趟。热巴怎么的？是没起来？他可能没看到群里的那个消息。八姐，八八姐，完了，八姐没有声音在里面。啊，他不在吗？现在没有声音。那你扶我回来。那天早上醒来以后，我一看，哎，马上就要9点了，我得赶紧洗澡，然后我就放水，然后我放了大概5分钟，它没有热水，我关一会儿，我说是我哪开关不对，然后我又放，就反正那么来来回回浪费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当时我的脑子一转就想，那我肯定来不及，但是我又不能耽误大家出发，因为那个地方大家都很想去，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你们先走。Hello， 陆姐。哎，我刚洗完澡，然后可能赶不及跟你们一起，你们也别等我了，你们就先过去吧。没事，你先搞，你先搞吧。然后我一会儿跟大家伙说一声。行，看看啊，好嘞，好呗，最好咱们一起去。好。你们先吃哈，10点得出发，看着点时间，朋友们。现在还有3分钟。
阿宇。在。啊，等我两分钟，我马上好了。啊，你马上你马上就好了，我穿个衣服就好了。哦，那行那行，那就等你了。好好，就两分钟。好。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大家，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头发没吹干不行吧？没事没事没事，走吧。那你久等了，啊，你头发还湿的。没事没事，你就这样。啊，我来不及了。八八姐，你还吃吗？我不吃了，拿一点，走吧。拿个小面包。不，不用不用不用，真的，走吧走吧。什么都不吃是吗？嗯嗯嗯。哎。Let's go。我们都以为你早上出去了，没有，睡得好吗？在那儿放水啊，睡得好吗？不太好，不太好啊、嗯？为什么？本来我也睡不着、哦，然后自己一个人嘛，就也不用去担心别人那个啥影响，所以我就自己自由了一下。对，夜，夜，太夜了，这天儿早上起来应该上泳池子里涮一下。防晒都带着哈，我感觉会晒得很。啊，好家伙，我啥也没带。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呢。用一首快乐的歌曲，打开新的一天，唤醒新的一天。哦吼！我今天在厕所化了，好好的化了个妆。呀，你真得劲儿，有放化妆品的地方。还有大镜子，还有穿衣镜。我们卫生间的光是黄的，然后一出来一看，妈呀，怎么这么浓？我一顿擦，不管它，最高兴的。来吗？我一出来，哎呦妈，脸真白，别地方都不涂都接不上了。加油，加油，冲！哦，到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镜子吗？对。哇，那个门。哇哦，好漂亮。哇哇哦。哇哇哇哦。哎呦，真的，我要是有钱，我也想来这种地儿开一个演唱会。我也想，没人听啊！姐现在说话，别人都听不着。我还唱歌。谢谢马哥。来吧，拍照了，小伙伴们。哎，这儿好，到处能照镜子，到处可以补妆。是吧？我来给你梳头。呀，怎么贴心不？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三天，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镜面墙音乐厅。来吧，怎么创作一下，朋友们？这个角落其实可以很适合拍全景。拍吗？我给你拍一个这个。来，先给你拍。我找一个角度啊。可以。OK。啊，看一眼啊。OK 吗？哦，可以可以。可以吗？有人想拍吗？这个，哇哦，哇哇，这个行，可以啊，露露，从哪儿找的这个黄金时间？我也要去，快快快，美的美的。妹妹今天走的是高冷路线。好，下一个，那你去拍呀，露露。露姐想怎么拍？五，五，五，对。那个叫什么 ？China， China， China。啊！姐，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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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拍几张。
哎，你拿纱巾举着呀，我回去给你整朵花，你得这样闻花。妹妹呀、啊，你给姐姐一条生路。好嘞。把你姐饭碗都一点没留啊！给我拍到那个尖儿，拍到尖儿，一定给你拍到尖儿。啊，纱巾我应该……哎呀，你那纱巾你这样不好看呢，你这样啊？这样还能看见啥？就是神秘吧？这不就神秘？这确实有点遮太多了，姐，遮太多了，姐。你稍微的，你就不会，你就不懂，哎呀，没法给你解释。来了，就非得翻出海边儿，人这是沙漠啊，你这得那个。好，来，这样我给你，来，我给你弄，或者再创作一个。青姐，你这纯捣乱，属于是。他在干啥？你们怎么这摄影师抓不住我这？等等啊！不是的，你方向错了，就还得我录这儿，抖个床单，对 对，是吧？是这意思吧？来走，来，哎，等一下，我天哪，就录个床单嘛，这个就是录床单，哎，就让他在天上上飘了，没机会了，去，没机会了，去。哎，这个行，这个好。哎呦喂，绝了！把那景全，把景全挡住了。但是好看，我铺个床单容易吗？我不干。八姐，快上。我看拍过了。没有，不要拍了。你给他拍吧，没拍。拍了。我拍了。第一个就是招，就差你了，八姐。我不拍了。你要拍吗？我们两个还是聊一下。好，你今天好多了哈、啊。你今天没那么好啊、着急，太着急了，早上还没醒过来，我感觉我的脑子。然后今天早上敲你门的时候，就感觉你有点不开心了。先生，你们先走吧。没有，你就怕你先走。你头发还湿的。没事，那你久等了，都来不及了。因为不是会制定好行程，我就怕可能会打乱大家的计划，也包括打乱导游的计划。本来大家可以早一点出发，在没有那么晒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些照片美美的拍完，但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让大家晚出发了，我特别不好意思，但是也没有契机跟大家说对不起，所以我就特别生气，生我自己的气。明白。其实我能够理解八八姐当时的心情，因为我经常自己也会这样，耽误了其他人的行程就会特别自责，自己会内耗下去。其实我真的是想告诉八姐，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睡得好吗？不太好。不太好啊。八姐要水吗？八姐，我跟你聊一下。没事，来得及，不着急，你先慢慢来。我今天早上本来想说，你不说等一下我吗？然后我说行。我后来一想到不行，万一你要是没有10点钟准时出发的话，你一定会又崩溃了。没有，我今天心态巨好。然后我就说，我说要不你们先走，然后后来再出发好了。没有，心态巨好今天。这是在拍我们是吧？嗯啊啊啊！你们随便聊，不用管我。啊啊！聊完了，姐。姐没赶上是吗？我们聊完以后，然后那会儿就觉得，哎，稍微好一点，可以放松好多。可以。嗯，好看，是不是？嗯，呀，厚一点行，行，回来。哦，两天就回来了。下午几点出发呀？因为黑格拉的时间比这边严格一点，就是你必须在4点前入场。
那我们2:50集合吧，3点钟怎么都要开出去这个车。OK。小吴，你去叫一下姐姐们吃饭。八姐，吃饭。韩姐，陆姐，吃饭。来了。赵姨。阿姨。雷姐呢？在这儿呢。吃饭。好。3点就要出发了。哦，快走。你给我画呀。我们俩给你画呀。来呀。看圈啊，从累的。累的。我拿粉扑给你弄。对，你给弄。你看这干嘛呢？谁烦呐？我就了。压烦吧。画了没了？我真不画了，我就这样了。得。OK， 谢谢。没事。姐，你睡了吗？一分钟没睡。咋不睡会儿？来不及了。我本来还想2:30的时候就出来在这坐着，不然我一下午又没脸说话了。这给啊，你上午不说话是因为这个啊？多不好意思，所有人都等着。没关系，我们没有在等，我们自己也没收拾完。姐，你说抱歉抱歉不就完了？我们以为你怎么的了？出发生什么事儿都没人敢问你。然后大叔拍照拍照，我说我拍啥呀？我都让白大董给我讲，心里戏贼多，好内耗是不是？好累。我发现你们的问题好多就是做人太要求，太有要求，别把自己弄那么累。好，大家就是来玩。战金，他现在如果3点钟不出发，我们就来不及了。啊，要吗？那我那有，是打毛冲剂吗？对，我也有，我给你拿糖。给了，我给。他的嗓子越来越严重。那个今天后采的时候，那个录音老师说你现在跟兰姐一模一样。他现在跟我一模一样。姐。我以前老在网上看，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我想说现在有了。我特别懂。牛肝。我特别懂。很不赞。太惨。如果你再牛肝，再当一次导游的话，咱俩也就赢了。咱俩说话谁都听不见。走了，哎，走了。现在9点钟。我在车上等，我在汽车上等你们。走了，走了，姐，走了，直接上车，直接上车，好。你是一点不吃了，姐？就这个？我吃完了炒蛋都胀气了，一直很不舒服。你看我玩的挺嗨的，其实我一直是难受着呢。哎，我得进屋拿东西。啊，走走走。走了，衣服没了，我没觉得在录旅游综艺，我觉得在录那种挑战类型的综艺。哎，迟到了！哎呀妈呀！兰姐，给，没事。哎，快上车了！哎，换人开了，什么？小胡开的。哼哼。小吴注意安全啊！哦哦哇哦！啊啊！过山车！我们要被发射出去！吓死我了！我赶不到顶上去，我要被弹出去！快点，快点！行，减速带，减速带，减速带！哦哦，来了来了来了！怎么没有？啊！啊！没事吧？没事。我来了。谁？小胡开车？我们，你给我下去！小胡，你干啥呢？打你了？原来是你！我说不能，从来没有过这个感受呢。这边的减速带是没有，看不到是吧？那感觉不错呀。我也觉得，再来一个呗。我现在在期待下一个减速带。怎么还不来呢？是呢。哦，多刺激呀、啊！这个新的悬在这里。你俩真的是去后备箱坐着去。我觉得那个蹦极的项目基本上就是我俩的了。又要来了，又要来了！哇！他们可
小胡，在这种地方开车一定要注意那个车速啊，安全驾驶，就过减速带的时候快点就行。对。下车。OK。天哪，这也太晒了吧！太晒了。晒起来，晒起来，晒起来。是这儿吗？黑格拉 Welcome Center。黑格拉，沙特阿拉伯第一个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迹。现在，每位游客只需花费95里亚尔，就可以在导游的全程讲解中探访遗迹。Hello。Hi, hello. I will be Robbie, your tour guide during your journey here with us. 如果与3-5好友同行。不妨租一辆景区的复古路虎车，去感受野性驰骋的独特乐趣。而在正式讲解开始前，千万不要错过游客中心的饮品、冰激凌和点心，因为它们不仅美味，而且全部免费。好好喝！这应该是我们1400块里面的服务。哎，其实这个姜不错呀。嗯，吃寒吧，我来吃吃寒。在沙漠里头吃着姜片，我来去去寒。你把自己埋沙子里了。去寒就在极热的地方去寒。你小龙女啊你，你住的还是古墓？请叫我姑姑。啊，笑死我了！对不起，笑点得低，别见笑。一般的时候还是很高冷的，除非有特殊情况。下次谁再问我说对辛芷蕾的印象，我就会说，高冷的时候绝对是她不正常的时候。嗯，那边有冰淇淋哎。Gelato. Gelato. Italian. Italian ice cream. Yes. OK. 你们要不要冰淇淋？要。要。姐，你不吃冰了。我也要。别提姐的伤心事。那这就。嗨。First, it's for free or yeah? Okay. Oh, okay. 我来买吧，冰淇淋是我的。It's free, 免费的。Oh, it's free. 早说呀，免费的。那我一样来一个。嗯，香蕉的超级无敌霹雳好吃。啊，这是香蕉的。嗯。嗯，绝。哦 ，banana。我看不见，要不要来一口？我看不见，你吃一口嘛，抿一口。他说你吃一口凉的就少治了3个月，那你再吃一口姜片互补一下呢？哎，那不有姜片吗？其实我还有一点儿，我都40多了，别拿我身体开玩笑了好吗？哎，安宇啊，给姐要个桶，就只要桶，不要冰淇淋。你只要桶，别听他胡说，额娘不靠谱，别听他的，走走走走走。来吧姐，我不要我不要，你别闹了，我真的不行，我要优雅的。多那啥呀，我多幼稚啊，多可怜。再见吧你。那好吧，双桶。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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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后边能坐呢？我也想坐后面。对呀，来吧。走，谢谢。 Are you ready? Yeah, I'm ready. Yes, let's go. Oh, let's go. Wow. 兴奋起来了。哦，老大的沙子。哦。go. 嗯。啊，好美！大大的侧脸绝了，侧脸很绝。啊，真好看！哎哦 ，Let's go！ 哎呀，这美女，哎，我发现了，你不摆 pose 的时候最好看。你向你的网友发现了，胡彦钰不说话的时候最帅，现在嗓子哑了，如愿以偿。If you look to that side, you can see some of the tombs there. Some of the what? Tombs. Tombs? Yes.哎，来了，古墓这里看。啊哦，他们这里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
好像楼兰古国一样，已经是一种消失的文明。这片沉睡在沙漠深处的土地，曾作为纳巴泰文明的南部首都，在世界文明史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100多座保存完好的陵墓，拥有精美严刻的外墙，地理位置独特的议事厅，处处遗留着远古居民的生活智慧和文化印记，正在逐渐向世界敞开那些被尘封的记忆。齐了吗？人齐了我们就进去了。他说要一起啊。真的要进去了？要进去了，要进去了，大家一起呢。出发。哦，这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打卡的地方，一线天。哇、哦、哇，这里面哇哦，我们可以进去吗？ Can we come inside to see? For your safety.We do not allow people to come inside because, you, as you can see,、oh. part of it, yes. 说上面有那个落石。Okay. Let's go. So originally, then、Nabataean are Arabian tribes, nomads, travelers. They used to live in tents, and but they becam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controlled the ancient trading route. Trading route, the Silk Road, passes through Hegra here. Persia and Rome.And the other one came from India. I'm sorry, but it's too fast. I don't think we all understand about this.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有两拨人，然后有一拨人他们控制这些道，然后另外一拨人就是支付他们费用，所以这帮人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对他们来说，因为他们控制了所有的资源。Yes. Okay, so just maybe you can talk slower. Yes. Slower. Yes.So the Nabataean are known as water engineers. 那个线它是有一个从上往下一个深沟，那个沟是他们饮水用的，把水都留在那个小屋里。听到了召唤，拍照了。美人看着就是赏心悦目。老人，给你了姐，给我溜达一圈。你就站在这儿，别动。你就站在这儿，别动，静静的。他们挖了130口井，在哪儿啊 ？Everywhere。那现在不用了是吗？这以看着还有人吗？那以前我想说他们住在吃什么菜啊？这有很多草做面包啥的，然后也有水果，因为这边地下水还挺多的。Yes. So if you are ready, we can continue to our next stop.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这边拍完照，我们就去下一个地方。那边是一个完整的，就是一个家族埋葬的坟墓。好啊，可以进去看。那我们先拍照吧。对，那个一线天拍一张吧，这还挺有名的吧？走吧 ，Let's go。对，开心一点，开心一点。我们来做一下那个广场舞那个阿姨的那个，怎么搞的来着？姐妹重新起立，这个人这样，谁？这个人这样，然后呢，另一个人这样。哎，这个不对不对，蹲下，随便摆一个吧，来吧。对，来，大家开心点，今天。东北大妈旅行团，迪丽热巴成功的被带去了东北，广场舞回头就开始跳起来了。东北热巴，东北分巴，对，迪丽热巴东北，之花少东北风巴，风巴，风巴，分巴，对不起，但也确实挺疯的。
哎呀，这不完了吗？那我哪个都不去了。这春更那谁愿意去啊？啊，那太好了，咱大家又租一块了。哎，都出去了，不见了，休息一会儿。哎呀妈呀，这事儿呀！快点儿，赶紧搜，这谁手机啊？坐小缆车吧，那太挤了，这太挤了。快来，赶紧，别在这插手了，大爷，快来拍照了。老地道了，正宗。我就看我这20天里能不能被带去东北。你想去啊？想去。听我的，别去。去了就回不来了。所以我 Here will explain to you the details of the tombs. OK， 现在会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墓的细节。啊。所以这个山看起来很大，里边全是吗？就是里面它不是全空，它只有一些墓是被挖开的，剩下的就全部都是石头。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and I will see if you can guess the answer. Okay? Guess the answer? Yes. 那你说那个下面鹰下面那个人脸，为什么 ？What's that? This is what I wanted to ask you. Oh, yes. 他说这个就是他想问咱们的问题。There is a face of a woman with snakes. Can you guess? Can you guess what? Medusa. Medusa snakes. He's the winner here. Yes. Oh. Yes. 他们就希望美杜莎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他要用这个吓唬人。Oh. Shall we continue? Yes. Let's continue. Ah, 我想上厕所了。哎 ，Habibi， is there any restroom？ They will take you there。他会叫那个高尔夫车过来拉你过去。好，你们要不先去吧？不，等你，我等你，因为我也得去。那咱俩一块儿去。OK。啊，要不舒服，要不就在车上待一会儿。Yeah。停。Yeah。一直在咕噜咕噜叫啊。车来了。He will take you to the restroom and then bring you back. Okay, thank you. 马上姐，我拍一下。哎呀，还是不憋，还拍呢。他会以为你不走。他走了，小胡，他走了。他会以为你不走。Sorry, sorry, sir. Wait a minute. 走。Okay, let's go. 你也累了。啊，这会儿疼得我出冷汗了。啥玩意儿啊？哦，早上吃完那个鸡蛋之后，然后其实一直在胀肚，胀肚，胃绞痛。有没有药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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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上个厕所缓一会儿。你需要上大号吗？我拉肚子，昨天晚上就开始拉肚子。行。要是这会儿疼得我冒冷汗，我就有点受不了了。我给你掐掐虎口。为啥？有用，我给你掐两下。别闹，姐现在憋着呢，不要漏气，好不好？好。那你一会儿疼得不行，你跟我说，我给你掐虎口。你想忍忍就过去了，你没他妈没忍过去。没事，到了，我在这等你啊。感觉咋样的呀？你要不让我给你掐掐虎口试试？你为什么老惦记着给我掐虎口呢？因为我老胃疼，我老急性肠胃炎。啊，掐吧。我给你掐掐试试，你不行再说不行的好不好？好。脱水管用啊？拉脱水了都。啊。我这，我的错。哎呀，我这真没想到，我完全不知道你那啥。海璐姐她肚子已经一直绞痛，痛得有点动不了了。她从厕所出来的时候，整个人虚脱的状态，我就赶紧给安宇打电话说，我们赶紧回去，要不就是找药。
小胡给我打电话。哎哎，在啊，小胡。海璐姐胃绞痛，她拉了两天了，想想办法，你看有没有药啊？有胃的药。家里有。家里有，家里有，家里有胃的药，家里有胃药。我刚才问她，她一直强撑着呢，她没好意思告诉她。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结束了。嗯嗯嗯，我们回去吧。去，让他们给我拍点视频回来。你等会儿，我把电话给陆姐。哎，安宇，你带着他们去地下城什么的去逛，回来给我拍点视频回来给我看。我先去那边待一会儿。不是，姐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你这情况了，咱们现在后面两站肯定要，就算要看也看不踏实，我们就先回去把你的身体弄好再说，就这么决定了好吗？你不要，不，你不要决定，你要问我的意见吗？我自己知道，我缓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好吗？我还想去音乐节呢。那种情况下，我觉得肯定是需要停止这一次旅程，然后先照顾好大家的身体。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center. Yeah. At the first time, because we have to check our sister's body. 本节目由德芙巧克力冠名播出，带上丝滑的德芙，传递愉悦的力量。本节目由十七光年赞助播出，十七光年利口酒，治液要出色。本节目由云南白药牙膏赞助播出，白药守护好口腔，华少游学吃四方。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中国移动 5G 引领快乐出发。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折叠第五代，旅行实力派。本节目由无感般保护自在自由行的护舒宝液体卫生巾赞助播出。本节目由 Olay 锁水沐浴露赞助播出，补水更锁水，姐妹出游美。上芒果 TV 搜花少同款，逛独家好物。哎，回来了。他们就在这儿，他们还在这儿呢。啊，没去中心啊？没去，我们一起去中心吧。好。怎么样？姐，藿香正气水能好用吗？不用，我现在就是现在不是脚痛了，就是拉完了有点虚，没事。走吧，走回家。哎，咋走呢？你们想不想看了还？我们无所谓，不想看了。去看去吧，咱回去吧。不想看了，太热了。我们现在其实是可以回去的，因为回去然后大家换一身更方便去音乐节的衣服，然后休整一下，也休息一下，因为晚上音乐节也很费体力。走了，回去了，姐。走吧，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姐。这不行了，这路鬼，这你快走来。Excuse me, we just make sure that we just come back to center and call the ambulance to center because she's so sick right now. Okay. Thank you so much.Take some chocolates right now. I'm sorry, she needs a little bit sugar, you mean? Yes. 啊，低血糖啊。低血糖，有一点低。How you feel now? Now is good. Yes,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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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colate. Oh, she need a little bit chocolate, right? Yes, yes, yes. Okay, got it. Thank you. 吃点巧克力吧，姐。撕点东西。就是脱水。回来，回来。哎。怎么样？没事儿，就有点那个低血糖，然后量了血压什么的。Hey guys, do you have any hot water? You know, warm water. Yeah, hot water. Thank you so much. No problem. 我帮你找了点热水。热的？这是常温的吧？哦，这还真的是太阳晒的是吗？真聪明。你今天晚上早点躺下，屋子里冷气关掉，然后你就在那躺着，喝热水出出汗。今天给你们从外边锁死，让你出不去。By the way, so sorry to like, yeah, but we would like very very like to see the. Her heal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Yeah. We have missed only the famous one, that the one you showed me in the picture.他说咱们错过了一个最好的一个。Yeah,
哦，而且咱是不是要去那儿看日落呀？对，本来正好六点钟到那边。因为我生病了，所以他们其实是想说可以选择不去，但是艾尔奥拉它是限定人数和限定时间的，只有两天，你赶上了，嗯，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运气好到爆棚，我觉得是要去的。楠楠，咱来了就是为了看那个日落的吗？对，有点遗憾。是呢。你疼不疼？有点虚，没事。那你能去吗？去看，咱还不找个最好的地儿看？走走走，快走。那就直接去了。走，快走吧。走。我看看太阳到哪儿了啊？可别下去。哎呀，来吧，出来吧，在这儿看吧，日落一会儿没了。快快快，没了。哎，马上就没了，快点快点！哎呀，好看！呀，好看，快来！哎呀，天哪，真不错！太漂亮了，阿姨，太美了，这个绝了，真的绝了，好看，哎，好看，好看，好好看。咋了，今天不开心啊？没有，我想看他。来拍一个。过来，过来，过来，来。起来，你们往这儿站来。姐，别操心了，你都难受了。没事没事，来，一二三，蹦。好，可以。来下一个。姐，你别拍了。没事，可以，可以了。来下一个，快来。男人喜欢左脸还是右脸？不行。其实这里才是好看的光。不客气啊，你怎么客气的？玩这个巴沙子。啥玩意儿？哎，我来了。谁倒了今天的晚饭，谁就起了啊？得。什么意思啊？一人拔一把沙子，这个倒了，谁就今晚饭就谁就请。那我先来了啊。你不客气啊，你很不客气啊。我来了。你们都下手不够狠。这不会是我吧？你多扒点，那多肯定多多的吧？你看坏，你太坏了！哎呦我天，你真的是过分了啊！恨不得挖到底了哟，给我留好多呢。哎呀，他更坏，你看他那架势，这看着不是好人，看着不是好人，倒了要倒了，姐。就为了这一顿饭，埋在这儿了，坑掉一个。我们坐在沙滩上，夕阳西下那种氛围的光，就会感觉特别放松，特别美好。弟弟妹妹们都站在那儿，王安宇在给他们拍照，那一刻都很天真、浪漫又。有爱，就是像拍 MV 一样，在大吉普上，风吹着我的头发，我那一刻和旅行这件事的共鸣达到了巅峰。那啥呀？那是摄影啊！这是一个摄影。哎，像不像金字塔？像不像金字塔？太漂亮了！就一切都恰到好处吧。我们这样的，大家一起看到这样的落日，我会记住很久。那个台词。每一次旅行都像是一次学习吧。这一次，我觉得身处那个地方，更近的去感受一下，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
这个旅途很值得让没有来过的人去探索一下，去游玩一下。其实旅行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收获更不一样的人生。没了没了没了，日落，哎，就剩那一点光了。拜拜拜拜。耶，简直太美了，我怎么看着你都容易爱上你。哎，我的人多呀，风景太好看了。哇，好舒服啊。真好啊。好棒啊。啊，这才是呢，这个是才是旅游，是不是？对啊。咱们从明天开始白天不要出门了吧？就这个点出来。只这个点出来。太阳啥时候下山啥时候出来吧。我们先去吃饭。好。哇，好香啊。哇哦。其实这种氛围真的可以试试摇摇杯什么的。可惜只能摇这个了。来吧，兄弟姐妹们，虽然是水，我们也摇一下好不好？花儿与少年，看看我甜不甜。好，干杯。干杯。刚才那个老外来说的，明天你们的安排要跟大家说一下吗？老板邀请我们明天去参加一个阿拉伯晚宴。And by the way, tomorrow you're invited by the GM of Shadow Resort to enjoy a real Arabian. 但是咱们已经定了关心。这个晚宴是什么样子的呀？在丽亚们那天晚上吃的。哦。对，所以其实也已经体验过了，而且主要是因为跟我们明天本来的计划有冲突，因为我们明天本身是要去看星星嘛。所以你没有问一下姐姐们的意见吗？万一人家想是王室想去看一下呢？疏忽了。哎，那如果姐姐们选择的话，会选择哪一个呢？就是晚宴和看星星，篝火晚宴，会选哪个？我会选看星星。看星星。我也看星星。我也喜欢看星星。其实陆姐是很柔软的人，我一开始会觉得她是一个很强势的提建议，她其实相对于自己会更照顾于其他人，告诉弟弟怎么样安排的会让其他人更加舒适且安心。得，那就原计划进行咯。我们的工作人员啥时候进来吃呢？他们工作太认真了，很辛苦。昨天因为我采访特别晚，你们应该都已经睡了，我两点快三点我才结束，然后我就想说躺在那个泳池那边看一会儿星星，因为没人嘛，安安静静的，我说试一下。然后我刚躺下，哎呀，你们快下班吧，你们快睡吧，我其实就想自己坐一会儿，快睡快睡快睡，拜拜。我说哎呀，我说算了算了算了，他就不知道可能你想说什么，因为他如果是远景的话，他可能就你说话的神态抓不到。但一个人没事跟谁聊天啊？大晚上的多吓人，晚上的多吓人。完了，姐，这节目播出来，你可能会觉得我有病，因为我一直在自言自语。完了，我就自己聊天，我也不用担心就是会说错话。对着摄像机。哎。能听到吗？可以。我说了，凌晨3:30，我还一个人坐在这里说话，像不像这个地方有问题？啊？我饿了，我吃的肠子都。一个箱子能扛得动一根香肠，我拧不了，知道我有多么的脆弱不？啊！今天干啥？给我炸开！
或者我没有摄像机，我一个人的时候，在屋子里面，嗯，就喜欢自我的话会很多，因为我不太会接梗。然后你自己抛梗自己接，那我是真的有病了。你自己抛梗完了之后给自个儿逗不行，你知道吗？给自己逗嘎嘎乐。哦，好多游客、哦。我们也差不多。OK， 我们走吧。出发吧，我们走，走吧。哎，好想回家睡觉啊！直接。谁不想睡觉？那就别去了。不是，关键是他这个音乐节，我们真的可以不去。现在几点？现在几点？九点。回去睡觉？不是你。那我们就回去了。真的，很 freedom 的 ，it's free。是不是？不是你们那已经预付完了，你哪站一下？只是给了钱而已。你站一下走了呗，你这不行啊。其实真行，因为节目组跟我说，我所有的行程我们全部自己来。真的想去就去，真的不想去就不去。那就自由，想去的去，不想去回去睡去呗。我们分开好了呀。那也 OK 啊。为什么一定要一起呢？我们又不是金刚葫芦娃，金刚葫芦娃还单独自己出去执行任务呢。爷爷，放了我的爷爷。那去吧，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对，我觉得可以自由，可以自由，没关系的。一般有那个选择，人就会很犹豫的。那就这样吧，投票就投，直接投票半数以上，要去的举手，我是可以的。我们是个集体。一起玩嘛。花儿与少年思路记，每周三12点芒果 TV 上线，每周四22点湖南卫视播出，会员尊享加更版等更多衍生。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欢迎大家乘坐由我们中铁18局承建的沙特第一条沙漠高速城际铁路麦麦高铁。咱们有一个享誉世界的外号基建狂，每次听这个都觉得贼自豪。哇，太厉害了！全都感受到他们对你们的那个喜欢。我们扎根在海外的中国基建人会给你们更大的惊喜。哦，太好了，我来了，我来了，妈妈！啊，妈妈，妈妈，我可以反悔吗？哎呀，我咋回来呀？我的个妈呀！太高了！要威亚了，看我甜不甜？滚！快过山车吧，行吗？摇起来！放了，放了，不管了！走吧，我们回家喽。上哪儿去？谁要走啊？为什么我们要出来呀？走啊，走走走。非常不尽兴，布雷姐，你这个导游让我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重视了别的姐姐的，你并没有重视我的感受。那我的感受不重要，我不是姐姐吗？因为我跟雷姐，这句话特别没脑子，特别没情商。但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干嘛去了，赵岩？挺伤人心的。完了完了，怎么办呀？等一下，剪辑搞事情，预告太抓马。如果你是花少剪辑师，你会怎么剪预告？快上微博参与花儿与少年官微发起的如果我是花少后期二创大赛，优秀预告内容剪辑创意将直接被采纳进节目正片，后期听劝第一名，想看什么你来定。晴朗，出发去山顶晒月光。春天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一点点赶上？白色的鸽子，柔软的海浪，甜蜜的说世界早安。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花儿与少年，参与花少惊喜互动，解锁更多节目惊喜。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参与节目话题讨论，和花少团一起研学思路之旅。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特别合作航机媒体云端杂志，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城市地标裸眼 3D 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金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潮流引力场大悦城，特别合作百度网盘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湖南天虹检票集团。